是 Popiah， 叫什么 ？Popiah， 来你讲一遍。Popiah，Popiah， 对 ，Popiah， 里面是有包菜，还有鸡蛋。你是新加坡菜吗？还是对，马来西亚来的？新加坡。新加坡。OK， 你拿上来。好了，你可以吃看看，它里面有是什么呢？菜，菜，什么菜呢？我也不知道什么菜，这个是 carrot， 然后还有这个是 radish 啊， radish 啊，然后里面还有鸡蛋，哦，一点点辣椒吗？试看看，我这样一口吃吗？对对对，不好意思，来开始，嗯，好吃。好像炒饭，炒饭，嗯，韩国的炒饭的味道，哦，一点点辣，对对对，这个有一点辣，可以吃吗？可以可以，对韩国人来说也是一点点辣，好吃啊，嗯，很好吃，好，来下一道，炒粿条，是粿条还有 fish cake。还有香肠，香肠，对，还有鸡蛋，还有豆芽，啊，这是中国风味的炒面吗？这个也是新加坡的啊，新加坡的，对，我很喜欢这样的，湿湿的，是河粉，怎么什么叫什么河粉？粿条，粿条，啊，粿条。嗯，好吃，这是我最喜欢的味道。有什么味道？是，因为我以前在大陆留学嘛，嗯，在那边常常吃的味道，我很喜欢的。一样吗？嗯，对呀。叫什么？豆芽，豆芽。豆芽，韩国也有豆芽啊。对，我很喜欢这种吧，很新鲜。你也试一试哦。好。帮你拍吧。对啊。为什么？还有这一道就是炒虾面，然后这个是那个 lime， 然后这个要这样子。然后这个是辣椒吗？对，你要配着辣椒一起吃比较好吃，所以你可以这样，然后放一点辣椒。辣吗？不是很辣，还好。Okay， 好，你吃看看。啊，我来试一试。这是鱼吗？鱿鱼？没有啊，贵贵啊。你喜欢这个还是这个？这个，这个是叫 Hokkien 米啊，这个是 Hokkien 米，我听过，只是没做。对，啊，这个是干的。好吃。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蚝煎，然后这个是蚝，然
然后这个还有鸡蛋。鸡蛋。对，你要问的这个辣椒一起吃。鸡蛋跟。好，一起。这样一起。嗯。你喜欢这个吗？嗯。是蟹菜韩尾哦，很像。是吗？嗯，它不一样，就是我们。最后的就是我们的 Sugar Cane， OK， 这应该派他做的。这个对发热来讲喝很好，会退热。哦。真正的 Sugar。哎呀，맛있어요。맛있네value， 然后 cash， 然后放在这里。等一下你要，哦，可以可以 ，OK。那么简单。是我没有做什么。这样就好了，回答了，千里。走吧。没有发票吗？你要发票吗？不行。不用。OK。在拍吗？啊，对，开始了。Hello。我们现在在乌节路逛街。什么？看起来是明星啊。人家都看我。印度的咖喱有另外一种味道了。